中央气象局表示，由于西南风增强以及诺如台风外围沉降作用，今天各地晴朗炎热，白天各地都有摄氏33到35度的高温，台北盆地、宜兰平原及花东纵谷更是上看36度，午后山区、中南部近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。未来一周全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，北部白天高温天天上看摄氏36度。中度台风诺如预计在8月6号、7号会通过日本九州、四国到西日本附近，由于台风移动的速度较慢，影响时间较长，计划前往当地的民众请留意台风动态。